好了啊，平头这边好像生死了啊。对面的话好像是不是那个飞机队啊？对面的好像是个国标的，看情况啊。对面确实不是那个国标了，对面的话甩了个饭土刀，开场直接放下吕游春放下啊。对面的话好像医术，对面吕游春确实飘了，对面是吕游春化身，地府应该吕游春化身地府一步力法，现在被地府甩放下。 感谢回忆的伤气老哥送的粉丝卡，谢谢回忆的伤，感谢感谢老哥的粉丝卡，谢谢。关注王华二三的话，上来则平砍叠漫天 ，OK， 舒服。上来平砍一套漫天出手了，2400。这边吕拔木的话，上来这个蛇还不是隐身的啊，首发蛇不是隐身怎么办？直接把蛇的话是先招出来，对面避了一波怼，避了一波继续怼。 叠了个半天，对面一后还不死，周离，我操，大神，又能尴尬，技能关不掉，小号技能关不掉。对面的话锤死了，关中方宝宝，宝宝飞一只。对面是神木啊，关中方的话是吕拔木。照阵容来说，关中方平头这边的阵容要比对面阵容好点。从阵容上来讲是这个样子的。打第二回合。 反正华奥山的话，上把是野兽没有起啊，对面笑掉了这个华奥山，对面封华奥山准封，吕游胜这边上塔把哈利一个，对面的话拉金刚，把金刚拽上，蛇的话拱5000没死，平头好像打了个字，对面宝宝是169的宝宝吗？这么强的。 带的豹子一百八的豹子也可以啊，一百八的豹子。对面力劈砍蛇，蛇的话有护盾啊，这避了一波怼，对面的豹子死一只。对面力劈砍这个蛇有护盾还不错，最后是力劈，这全是力劈砍蛇，我去这力劈啊，可以，这个蛇神的给力。 真给力，真给力！蛇绿旗，三回合，华奥山关中方这边有杀威胁了。宝宝的话这边死一只，关中方吕拔木第一回合招的蛇，这个蛇的话招的话只能7回合招蛇，我们记个招蛇的时间啊。第一回合招的蛇，现在的话可以直接招胖子，现在胖子还没有招。 蛇的话7回合招，对面飘村飘，这关中方的话武力动走个金蝉，关中方是武力动，用武力动护盾金蝉来保蛇，这也是一招很不错的一个打法。蛇上关中方拉金刚，把金刚拽上，蛇拱2500，对面杀威干5800，这边吕拔木的话则招胖子了，3回合招的胖子，3回合招胖子的话11回合招胖子。哎，咱们打队伍里面。 3回合，对面力劈砍蛇，这个蛇的话一丝血挂着的，这个蛇应该是再往摸下没了。这蛇，对面应该看他血了，好吧？啊，力劈完砍死这个蛇，已经神过了，好吧？这蛇必死。对面的阿哈宝也是飞一只，还不错。4回合，7回招蛇，这个蛇呢，如果够配速的话，可以把华奥山截了。华奥山的话可以当头砸个法防，或者说华奥山够野兽把野兽先起着，这华奥山被放下，好吧？野兽没起，而对面的话是华奥山神木灵了，对面华奥山的话是力骑着了。对面花果山神木灵，对面一说吕游春下头的笑，把关张吕游春笑掉，关张把吕游春上个盾吧，盾上子，背风出不了手啊，上盾。 感觉有的打还真的，对面地府爪子差点把武力洞抓死了。蛇上一波活血活3000，这边华奥山的话解个封印，加了个提气，对面华奥山的话把胖子砸飞，关中方当头砸，对面4号豹子砸飞，7800打死。吕拔木关中方招小怨灵，小怨灵招这，对面神木灵秒起，这武力洞差点歪了，这武力洞被对面地府爪子一手抓，差点抓死。招胖子是11回合招蛇的话7回合。 对面宝宝的话差的有点多，关中方没有封西一处，华奥山这波有当头，
要不要把他们的花山点了？如果点死他们的花山的话，那么对面基本上没有侵蚀能力了。哎呀，不对呀，关张没有地府啊，这是。关张没有地府啊，这样。关张没有地府，打点杀的话，只能说把他压死而已。不行，关张嘛，感觉只能亲宝宝，就是个亲宝宝，亲对面立皮了，用双风系去控对面的花山，只能这样打。这边女儿村的话，轻轻进一个。看这一波啊，因为这一花果山的话，它确实，没有地府配，只能够去封着对面打或者清宝宝啊。花果山这波当头的话，先把野兽捕杀了，先弃野兽了。女拔木的话，一手焚魔烈焰秒二手，对面上波3800，对面第一波力劈已经飞了，感觉有机会了，这是。六回合，花果山这波是沙威泼天，沙威铁棒泼天乱棒啊！还个蓝色的，这个蓝色的好像是，反正这个应该是一个固定技能，反正不是铜头铁臂。哇，平头有蛇，好吧，现在是六回合，下回合可以招蛇，这个蛇的 CD 就差一回合了。对面女妖身飘这么飘。飘中关的花果山，关的话流成水开花果山。对面甩破甲术，对面萧松好像来了，点了关的方这个队长花果山的话，关的方因为吃了个水星，好吧，萧松没中。对面当头一棒砸14000，还好萧松水星水开了，要不然的话砸死了。女王们关的方的话一波群秒。对面三号包3800，好吧，秒死。对面轻轻五秒，和尚差点被带走了，兄弟啊！哇操，这和尚真的还好金甲了，不金甲和尚死了。我的天哪，真的！六回合，操控那个啥玩意？这女儿村应该不是平头开的哈，哪里有这么多话了？这是。和尚差点死了，真的，这和尚要不是起金甲，对面一个法令连死了。打七回合，和尚怎么办？舍身舍自己，舍身舍己，舍自己有点划不来啊！这对面女娲村在风关他妈女娲村，水风关他妈女娲反飘这么飘，把他们的花果山飘了。对面和尚先活，和尚关他妈这波够罗好吧？七手罗汉金钟，花果山用这个蛇卵拉起来沙威干对面一号豹子，一号豹子一死去挂着没死，蛇卵的话招出来还行，这波蛇招出来了，7回招了蛇，13回招蛇。对面落下萧萧一顿秒，和尚快挂了，这和尚顶血了没有？给和尚顶血，地雷鸡巴锤，对面一号豹好硬。八回合，花果山这波有当头，而且这波是有被动的。对面这一波的话，好像场上没有配速能开呀、啊。对面的花果山需要对面女游村金青。八回合，观众方这波需要和尚活血啊，只要活上血就 OK 了。只要活上血的话，观众花果山清个力劈，这观众方死的话，对面应该清不掉了。对面女游村大招封和尚，不让活血。女游村水星水的花果山，你封我和尚没关系，那我不让你中小爽，你小爽给不上，煞气居然封死对面的封死对面神魔灵准封，那还好吧，问题也不大，反正你不让我活血，那我也不让你给小爽啊。蛇的话直接拱下对面女娲村，拱了个3000，花果山关他当头砸，对面一号包砸飞，对面的花果山的话也没有出手，女娲们关他们小月灵牺牲一个秒一手，对面女娲村我感觉快挂了，信不信？这秒了2手，这女娲村血量很低的应该。和尚这边顶血顶住，这花果山还有护盾的好吧，掉不了。花果山这波有杀威铁棒，无底洞人速度比和尚速度快，无底洞可以人开和尚，和尚一波活血活，也可以用灵元推一个，然后龟兽包吃个五龙丹，这样也可以。九回合，13火招蛇，11火招胖子，招小月灵。
对面的话拽了只虚名小马号上秒死啊，号上这边打倒在地，活不上去。林元推了吗？哎呀，吕二胜人结的封印，可惜了。林元推个这波赚翻了啊！林元推个宝宝开，是的吧？这边的话一波妖风封对面队长，对面尽情解掉，妖风解不掉啊，但是其他人可以解得掉。对面的浩山这一波干嘛了？这是对面浩山，蛇拱宝宝6400有伤害，这个蛇打的坑了贼狠。这边的话，李巴莫立塔巴哈立着，对面神木群灭而守，血量有点小低。正的话，对面阴正小克啊，阴正小克关着火阵，一手小克的关系。对面顺法续迷啊，晋级法爆的。不要瞧不起这个化魂，我跟你说，这化魂伤害谁高了？打了10回合。和尚这波先活地府归属波拉浩山就好了，浩山起来可以把他们的旅游村砸了都可以。现在10回合了，下波招胖子，旅游们这波要招小圆领，下波招胖子，然后可以开始瞄起来了。对面这一波的话是笑腾的笑板把我不动笑掉，对面和尚拉金刚，对面地府的话消双给不出来啊，对面地府是被封了，地府摇了个鬼气。观众方这一波的话，蛇身无动，无动金蝉，蛇的话把虚名先吃掉。对面砸蛇，蛇绿了，不错，这个蛇很能神。这观众无动干嘛了？这无动没动啊，无动被笑掉了，好吧，借罗汉的，尴尬。无动站着没动，是的是。归属波拉起观众方，拉起观众花好山，花好山当场砸旅游村，旅游村死了，你信不信啊？真感觉砸旅游村，旅游村死了，我去砸宝宝了，7900。可以了，我感觉平头应该是赢了，没问题。对面这个队伍的话还是不太好整，对面地府的话是被封了，好吧，需要吃五轮丹参来给萧爽，对面萧爽给不出来。这波和尚稳稳妥妥的活血活上，这一波活血活上，花好上起码5000血是有的，6000-7000再涨上去。对面刘二川出了个宝宝，观众帮刘二川走金青。对面和尚立塔巴哈立着来了，关张胖子又招出来了，这一波真是把胖子招出来了。煞气绝风，对面的神木水风，和尚一波火4400，总体来说5000多血了。对面沙威干蛇9600打了个4000多血的护盾，关张方的话干对面的童子，好吧，12000干死。这边女拔木接罗汉厉害了，对面瞄不进来了，女拔木接罗汉下波可以保蛇了，都感觉都可以不需要保这个花果山，这花果山已经稳住了。无底洞有妖风可以封了啊，妖风刷新了。妖风的话，如果你封上人家自动解掉的时候，就是妖风更新的时候，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妖风四喜，人家封印自动开的时候，也就是妖风重新刷新的时候。这边飘送飘一个没飘中，这边观众们走个笑里，把这边的化身笑掉，得上一波活蛇还是怎么地？觉得活蛇比较好，把蛇保住。妖风风起，看见没？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妖风的 CD 回合啊，你们可以自己记一下。妖风如果自动开掉了，那么就是妖风四喜无底洞刷新了。这边当头砸宝宝8900，好吧，直接砸宝宝。这边神木的话起了个密润，还有两回罗汉。一匹砍蛇，这个蛇的话被蛇满了啊，而且护盾贼高，宝宝再跟一下对面那个被当头砸的宝宝没死。里面好多立皮豹子啊，这是各种立皮豹子。哎，要是立皮豹子砍4900有点小疼，再摸一下，哎，又还没死。哎，不对，这个花果山砸的是那边4号宝宝，好吧，结果其他宝宝跟的是1号啊。这边天启尽头的丁阳，不会真的是159的宝宝吧？这是那边拿着159的宝宝，带着169级的宝宝上的，宝宝等级差11级。13回合。有可能是花果山打神了是吧，啊，有可能荡魔了，看不了对面血量啊，因为这个 PK 的话是现场打的，看不了血量。对面刘二川封花果山准封，这边活血活一个13回，观众方双蛇了，有罗汉叠罗汉，把罗汉再叠一个。这边鹈鹕提一手花果山保花果山出手，蛇的话拱对面2200，对面当头砸蛇的话啊，破天砸蛇的话一失血挂着。这边花果山飞机飞起来了，虎头位飞宝宝5400，飞女妖村3700，
这女妖神这波再来条蛇，双蛇高起，这波飞得很疼，这一波飞4100来了，双蛇高起，对面弱势下秒不到蛇，秒不到蛇的话这蛇又被蛇满了，和对面裂开，哎我操，有个力劈，这蛇死了，19会继续招蛇，那应该是现在把那个胖子拉出来了，应该这没得说，招胖子，感谢5251谢老哥送的锦囊，谢谢，感谢老哥的这个锦囊，谢谢。14回和华生这边还有飞机，有金刚有飞机，女拔木的话可以招胖子，可以直接把胖子招了，这样还是保证双幻魔好吧，飞机加群秒。前面女妖神有点小 hold 不住了好吧，上了个盾，这边水晶绝水保华生出手了，这波华生飞出来确实很疼，这一波观众们煞气绝封盾的华生水封，对面地府起毒，十二拱对面的花二三3100，对面花二三走金青，花二三有金青来了，这边飞起飞起斧头位，飞宝宝4500震了一下，飞女妖神1200有金甲，感谢你就给我重谢老哥送的锦囊，谢谢。女王们观众们先招胖子，这花二三被震了一下，血量有小低啊，需要活血活一口，可能观众吴立东刚接了罗汉了，这罗汉还有3回合不着急，两分在嘲讽一个初宝宝的一个情况，对面的二号宝终于飞了，对面的四号宝宝的话是一个是一个豹子，花果山观众们这边没有技能可以立旗子，把旗子立一个，这女拔木能秒的时候吧，这花果山没有技能，这花果山出手的时候吧，这女拔木不能秒，这也是有点难受，反正花果山这波的话需要立旗子，把旗子立起来，这波活血下波拉金刚飞机飞了，对面下波估计有点受不了了，这看吧，因为这一波啊观众花果山立旗子，那么对面下一波的话有飞机的话，观众们下波飞机飞的话对面再裂开，对面女妖神飘中飘，飘中女拔木，这边的话水晶水水花果山连续无限水晶水的各种无限水晶啊，这一波的话观众们封对面的神木准封，得上一波火，花果山满上，来了花果山立旗子，下波拉金刚飞机了，下波只要有飞机好吧，对面这有点扛不住，有点吃不消，我先说了个什么，只有吃个小死亡才能解了五龙丹不？我先是这么说的，有时候没办法好吧，如果你真的听到这么说的话，你口误你理解一下是不是 啊别人都说了好吧，开酒不喝车，喝车不开酒，很正常的啊。16回合关注花果山这波又是没技能，要不来个齐天神通，把齐天神通再走一波，这没技能也没办法，齐天神通可以干起，你再立个旗子也没什么卵用，还不如是吧，还不如这个带来个齐天神通，煞气绝封一手好吧，对面花果山被封进去，对面在补光辉，这女拔木我说是只要观众方飞机能飞两波，女拔木瞄一下飞机加瞄一下再飞机加瞄一下，对面就没了，这个女拔木队伍其实还是很好打的，这个也挺简单挺无脑的，这花果山这波的话没选择出技能，而是选择叠了个漫天花雨，叠漫天花雨的话也是可以加伤害啊，不错，而且加的是个永久性伤害，可以的，力劈砍底下这个蛇没神过，他们目前两条蛇全神了啊，第三条蛇直接死掉，19回合能招蛇，现在17回合了，18、19回能招蛇，花果山观众们这波有当头，
对面的话神木起了一个话语歌谣，对面的花果山的话是被封上，对面的花果山的话没有那个经脉有棋子啊，那个但是经脉断了，没有连续两波出手那个玩意。17回合，就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平头这把很有机会，就用石头把他们给吃掉，对面的消耗比较大。观众们消耗还好啊，这波的话观众花果山继续被水星了，这待遇真好，这花果山待遇太好了，这花果山就是一顿无限水星。武力洞这边的话起个苍白纸，对面小鼠王挂武力洞，看这波武力洞怎么说，解开的话真不好说能不能死啊，这血量只有一半，这边的花生有棋子当头，我操，一个人就秒了，坑爹了，这是。哎，观众们反当头四万四没打死，什么鬼，四万四都没有死。女拔木的话一波群，对面荆棘舞单秒一号，哇操，人死宝宝飞了，坑爹了，这是完了，对面有两波命谱怎么办，真有两波命谱，这有点要命了，感觉一下子就稳不住了，这刚刚好像还行是吧，站得住还行，现在好像站不住了，有点。18回合，这要是被反震折震死了，这挣两万，这剩啥毛都不剩了，这打四万挣两万，是谁扛得住，你告诉我，这伤害打的把自己都吓坏了，这是差点把自己震死，能不吓坏吗，这是差点莫名其妙多死了一个。对面打针甩命谱了，这毫不客气，这边女妖生飘生飘，因为身上有一个针，好吧，减了50%的封印命中率，结果导致封印没中，对面地府甩个命谱，和尚的话给这边的花果山起个法联，这关张没有地府驱散了，这不很难受，和尚继续用水星花果山，就是一顿水星，对面当头一棒砸，我去，6666砸这么多，这女妖村是不是挂了，这女妖村。对面神木林，关张方虽然说接了个罗汉，但是对面神木林单秒好像还是死，对面神木林全秒的，群秒秒的1700，血量不多了，小心那边地府爪子抓，好像对面地府爪子抓不了，对面地府比较慢，好吧，对面地府速度确实比较慢，还好对面花果山没法令，花果山法令这女妖村挂了，这个真的话就是减伤害，没有罗汉的话拉须弥估计也死了，不过还好有罗汉凝冬，有点小危险，是有点小危险，是很有点小很有点危险的，这是相当危险，这是19回合，对面果断拽须弥，顶着罗汉拽300，我破须弥八连，还不如大招封和尚了，真的还在水星水和尚，对面再来一次，完了，须弥秒死了，哇，接法连就行了，我去，还来一次。舍身死到老中医身上了，我想啥了，这是这一波须弥，这一波须弥直接把女妖村秒死，三次须弥把女妖村秒死，然后对面当头砸神木，当头砸女拔木，女拔木莫名其妙还意外倒地13个，这还搞个屁啊，这有点要命了，这是啊，这感觉又没了，感觉已经没了，这一下死3个，对面可以开无间地狱了，都对面这边花果山又有医术，又砸花果山，花果山可能要死了，小鼠没挂中，对面还有个法莲，小鼠当挂中了，好吧，就当是挂中了，这边花果山飞机飞虚弥飞死一只，感谢浩文加油默默支持，谢老哥的这个粉丝卡，谢谢，今天晚上确实得好好加油啊，今天晚上今天晚上的话是有群雄逐鹿的一个小组赛前四，或者是一个晋级64强的一个机会，看今天晚上能不能两场全赢啊，如果赢的话咱们晋级了，如果第一场输就没有第二场了，如果第一场赢的话就进小组第四，第二场赢的话就进前64强，好吧，希望兄弟们能够支持一下，今天晚上我们团队自己打的啊，第一视角干，对面奔雷咒秒起，
分类之后继续瞄起。完了，这个女巴木被瞄被毒死了。这个女巴木163被毒死了，好吧，163被毒死，没死也死了。这个这观众们场还有一个两个，只有两个操作空间了，没有操作空间的这一波腻了。今天晚上熊熊逐鹿，下午7:30钟开了。是吧，这被毒死了，然后女妖村大招风合上裂开，结束21回合。没搞错啊，这皮克打得有点快，感觉应该是感觉应该不是这样啊，这是怎么感觉打得有点快了。这是上盾也不行了，这蛇孔那边7000还是很给力。哇操，起盾都被他们打10000，你这花果山有问题啊，这花果山打的这伤害，起盾打花打和尚打10000，这暴击是不是有点狠了。这暴击结束了，21回合。我问问他们还打不打，好吧，不要着急啊。这好了啊，看看啊，对面上来是先效力的，防止观众方花果山起野兽。这边的话，女王们先招了个胖子，先把胖子干出来，因为这个手榴弹是隐身的，对面打不着。对面喊了句送了一把大克，什么鬼？我喊你能答应吗？这他妈能答应的，这是开玩笑，不理他，这坚决不能理他，他妈理他成儿子了，这是。好吧，咱们仔细看清楚啊，对面是如何这个忽悠人的，这是。宝宝的话一顿敲，好吧，对面一号宝宝飞走。OK， 干死一个宝宝。这第一货招的胖子，第九货招胖子。咱们现在是算是89，好吧。啊，因为他第一货招的胖子啊。下回合，关注花果山这的话有破天乱棒，对面女游村宝宝也是飞，是对面女游村的话有风系一术，正的话关注他们阴阵大克，对面龙阵一手阵大克。啊，儿子送了把大克，不会吧？好像真是啊。第二回合，对面上来一波点杀，点关他妈好像没点死，花果山贴住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对面可能会拽迅拽啊，这个血量看着的话有点小多，身上有个青霜赌一手，那关他妈双后门已经招出来了，蛇的话是89啊，下话招蛇是8回合，这个招胖子的话9回合，花果山关他妈这波没什么技能，这波的话有个旗子可以立起来，旗子和这个。和这个铜头铁臂啊，弄立铜头铁臂其实也可以，铜头铁臂对面只要不打掉的话，这个铜头铁臂效果一直都在。这边女妖是走金青，对面出宝宝了，好吧，这边女妖是走金青，对面也没有拽续迷。武力洞的话，这边金蝉走一手，把护盾走一个，对面和尚活血活，长个人心。这一波感觉要赢了，这一波。听到什么不怼他，只说对面说儿子送个大克，是吧？儿子给你送个大克，我去啊！这到底谁送的大克？儿子送的大克，这要命了，这是啊！我怎么被绕进去了？这是啊！是的吧？儿子给你送的大克，这太绕进去了，这蛇好能省，得去找平头学习，这蛇怎么省的？这蛇好能省。对面的二号包又切飞了。四回合，你仔细看他说了什么，是吧？他说儿子给你送个大克，是不是？那到底谁给他送个大克？儿子送了大克，他真是，我去，见鬼了，这样。四回合，这边花果山的话有当头，你把我们的无力洞的血量有点小低啊，这无力洞可能妖风封一下，妖风封一下的话，可能和尚给无力洞活一手啊。对面流程一术飘中飘，把和尚飘中了，好吧，这波的话飘，飘中了活不上血，来妖风封一手，对面一术把对面一术反封进去。蛇拱那边1500，这边花果山破血了，清一号波，一号波打成，第二下打4900，胖子的话干下这边法防干不动，蛇这边补光辉，把光辉补一补。你自己想他说了啥嘛？他说儿子给你送的大克，儿子给你送个大克。哎呀，这无力洞别死了，完了，对面好像换续迷了。这和尚没加上血，好吧，这无力洞好像死了，这无力洞怎么办？啊，顶了个血还行，4000被御大金啊，可以了。
宝宝一顿毙了拍对面一号吧，终于死了，这是四回合，对面刘胜这波封不了，花生这波的话解了封印的话有飞机飞，这波有飞机有当头。五回合，关照和尚的话这一波飞不上血怎么办？这和尚飘山风被飘中了，吕拔毛关的话这波有群秒，这波吕拔毛有仪式啊！哎，我感觉这波飞机加群秒出去对面受不了这一波。这个和尚人开就好了，真的飞机加群秒搞出去，这波对面真受不了。吕拔毛有群秒的，看看有没有啊？吴立东上盾的和尚人开花果山，一波飞机加群秒搞出去，是不是？和尚人开，和尚水开。OK， 飞机加群秒搞出去，因为这波有仪式可以秒的。来，飞机加群秒搞出去，这波对面受不了，有点很疼。这一波荡魔了，应该这宝宝肯定神佑了啊！荡魔飞对面1600，再飞对面1800，飞到了宝宝3400。对面的话当头砸蛇没死，有个护盾。这边的话，哎呀，这法系有，哇去，法系有仪式啊！哎呀，法系有仪式补什么光辉嘛，真的是死了死了！你这飞机飞肯定要全面秒出去啊，这是有仪式不秒，坑爹了，这是尴尬没了，这仪式掉了。这操作手明显不太行了，这操作手。你花果山配飞机加群秒的话，对面这波裂开。不过这波没有仪式了，这波仪式掉了，哎，坑爹了，这是没有仪式。这波小秒秒不了了，如果这波秒死个宝宝的话，又炸个小怨灵，又可以秒一下，是不？这少了两把官司啊，亏懵逼。真的是亏懵逼，少满两把。六回合，关注花生这波有当头。对面的话，立塔吧，哈利一个。关注方刘胜的话，在封盾的神木水风，火山开花了。关注方煞气血在封盾的花山水风。对面和尚一波活3000，这边甩破加速，应该干对面刘胜的，先把刘胜干死。飞机飞的，但这一波吕拔木又瞄不了。你看上波如果飞机飞的话。上波飞机秒的话，这不又是飞机秒，对面刘胜不就死了吗？这尴尬的，这是少秒两把，这吕拔毛少秒两把，真的贼难受。对面花果山起麒麟神通了，小心点。感谢金箱子啊，谢谢金箱子老哥送的这个就是粉丝卡，谢谢。对面神木一手拳，关灯吗？吕拔毛可以出蛇卵招蛇了，这个。吕拔木少买两把，什么吕尔春少买两把，吕拔木少买两把呀，有仪式那把的话是肯定秒得出去了，如果秒死个宝宝的话可以长个小怨灵，又可以秒一把，是不是少买两把？多秒两把对面不炸的吗？这吕拔木你看多秒两把对面是不炸的，看血量，这多秒两把过来你说是不炸了？两下这还不炸，想啥了？是不是少买两把真难受。七回合，关键把吕拔木可以招蛇了啊，这个把蛇卵先招出来，招蛇了。花果山关他们之后还有飞机，看吕拔毛又秒不了，真的是吕拔毛秒不了啊！吕拔毛刚补光辉的，哪里没动？他连补两个光辉。对面刘春一术惊情惊掉，关灯方的话甩悟空给对面花果山，小心那边小虫点杀来了，这不是小心能好了，这是小心也没办法，对面点杀该死就得死，对面鹈鹕对面惊情还要鹈鹕，你胆子可真小，真的。对面小虫点关灯方吕拔毛，这吕拔毛163的好吧，神佑了应该。这边活血，这边。这边的话是给这个花果山来了个鹈鹕啊，可惜了，对面的二号还没死，这个破波还不死，这波对面惊情过好吧，血量很高，你看这波还是少个吕拔木的群秒，对面的四号被干死了，哎，对面的花果山舔无魂还行，这样的话关张吕拔木死不掉了，吕拔木拉了个蛇卵，行舒服，对面惊奇无边2800，浪费对面的风铃，还不错，小赚啊，地雷一波拍的话，对面的豹子飞了，这把赢了，没问题，这把确实赢了。花果山怎么还有飞机，我的妈哟，这个技能真的是无敌了，这技能真牛皮，这花果山连续5把飞机，哎，什么时候晚风能每场 PK 都这样子呢，五把飞机是的吧，我们想起棋子的时候立棋子，我们想要飞机的时候有飞机，花果山如果真的是如意神通啊，真的太牛逼了，什么叫如意神通，这才叫如意神通啊，有飞机没棋子没事，有正大克伤害，正大克也高了，可惜吕拔木没有群秒啊，有群秒这波赚翻了。那边的话，气毒，
晚风伤害比他高多了，那是那是高的，不是高高很多很多。就是晚风揍对面那几下把对面打死了，对面根本不是我们对手，不是一个档次。这一波飞机你看飞得多凶啊，这是全是四千加的，这是你看着没这伤害。你说如果这一波吕巴木有群秒是什么概念？哎，对面被揍死一个，完了，结束，结束，结束。对面直接被幻魔干死了，一拳头干死了。对面宝宝顶了个贝鱼大金6900，可以秒了，没有仪式啊，怎么秒啊？下波还得找小怨灵，先把小怨灵找走，除非死了拱死个宝宝，拱死个宝宝的话有仪式。这一波花果山的话有旗子有沙威，可以立个旗子，下波继续等飞机。啊，他们没有地府啊，不用打脸是就面上就好了，就这么一顿飞机飞就好了。这波旅游生头上有花旗子，可以尝试一下风遁的化身，把他化身给他控了，对面加不上血，对面裂开。来了来了，对面女妖圣医术，对面可能要封关掉花果山了。对面借罗汉把罗汉接走，看关他们女妖圣要不要尝试下封化神的，头上有花的啊，对，头上有花，这打的有我一半水平的嘛，这是，这打的还不错。头上有花的就给我封那个和尚啊，把他和尚给他控起来，加了一个腿子的雪茄。对面补了流云诀，抢花果山树的优势了。这边的话，堆起。胖子一拳干1500，对面死的是化身吗？啊，那封的是地府是吧？那不要紧，反正一顿封就对了啊，肯定得封。这波关他妈全部有护盾了啊！原来对面死的是和尚，队长是地府啊，封地府啊，准封啊也行，不让对面地府起毒，对面地府起的是流云诀，地雷的话干死个宝宝。这吕巴木这把干嘛了？这吕巴木，这观众吕巴木这把干嘛了？请问吕巴木干嘛了？我没看到吕巴木动啊，这是这个蛇早造出来了，这个吕巴木秒了吗？兄弟啊，这吕巴木接了罗汉金装，接个毛线罗汉的，这么大优势接罗汉，招小怨灵吧，这把可以安安心招小怨灵了，这把应该是没问题，应该是拿下了。这把要是被翻盘了，那真的是那真的可以洗了睡了，好吧。对面飘什么飘？飘中吕巴木。女妖圣的话，这边大招封和尚，不让和尚恢复。煞气诀封对面的法器，准封对面四环。对面地府在补光辉啊，光辉各种补起。这边拉金刚，蛇拱对面1500。对面的话砍胖子。那观众方花果山的话也是平砍的，怼出去。这女巴木可惜了，好吧，女巴木招小人招不出来，摇不出来啊，可惜可惜。宝宝锤对面的四号宝，对面的二号宝又绿，好人神。再锤好吧，终于死了，这波好脆啊，这是超级超级脆。花果山观众方又来飞机了，不得了了，这一波又来飞机了。这观众方无力动，人开吧，真的人开吕巴木招小怨灵，下波就可以秒起，下波对面刚好没有罗，是不是？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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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力动人开吕巴木招小怨灵，花果山先飞机飞一波再说，管他3721，飞机飞一波。这边女妖圣要出宝宝了 ，OK， 来飞机飞一波。女妖圣观众方的话，反封盾的花果山准封。这边反补个流云诀，抢回物理一术。谁开的这个？谁开的这个吕巴木啊？这个没人开吗？和尚开了，金琴开了，和尚金琴诀，水星诀开了。水星水的花果山，那还是没人开吕巴木，吕巴木可能出宝宝了。这一波对面的花果山有金琴，打的物理系金琴，好帅这一波。哎，观众方这波花果山飞机起飞。被对面三号宝宝3700，哎，这是个啥玩意啊？感谢无情老哥送的这个，这礼物还不认识，这是，这礼物贵不？看走吧，好吧，100块的，感谢无情老哥的这个100块的礼物，谢谢老板，给力给力啊，100块的，100块的。这女巴木出了蛇卵，好吧，我都看得出蛇卵，你们看不到出蛇卵吗？这波可惜的，好吧，对面的物理系一波金青了啊，把他们封印全开了，这个是真给力。这关着花果山，这波又有飞机，来吧，飞机继续起飞，好吧，给他们起飞，就是一顿压制他们，好吧。这女巴木可惜秒不了，这女巴木多秒几手无敌了，这女巴木，这女巴木可惜秒不出来，真伤心。这边女巴木一束金青。这边花果山继续肥了，没事。这边拽的是一只须弥，我去，杀你没道理。多少爆？没爆。法年。
妖风四级封一波，这边的和尚准封可以。金琴的话是算是抗风的，但是妖风的话加40%的封一封，这样的话这一波飞机就出手了，这一波大赚。这边的花果山杀威干蛇，蛇干不死。感谢乐哈哈的一个水晶支持，谢乐哈哈分感谢，感谢老哥水晶支持。花果山飞机飞，第一个宝宝大魔，飞女妖村4600，飞和尚2800，飞队长地府2300，飞花果山3600，很疼。这女娲们秒不出来，哎，有仪式秒了，漂亮！这一波看到仪式了，3600没死。这一波仪式秒没秒死，可惜。终于秒了一手，这女娲们在第12回合秒了一手。这波花果山又一飞机，我的个老弟啊，这飞机不得了，这飞机飞的，这波这边飞成渣渣了，这是。这边和尚里面推了，反正把女娲村水性水吧，真的让他里面推算了。不管他怎么推，好吧。这边应该全残的好吧，翻翻残的血量。你看这女妖村一失血挂着好吧，这和尚要挂了。这边打110喊救护车了，这是。好吧，我们看这边的血量，这女妖村上盾了，对面再换只须弥，秒一手1400、1300，对面还有飞机啊，对面煞气绝封关的花果山准封。这边宁愿推啊，确定是宁愿推，有小四海没？我操，有小四海加3800，很凶啊这是。这边宝宝的话在顶大金，对面的话鹈鹕提花果山，保花果山出手。这拱过来2700，来对面的花果山飞机神针瀚海，飞神马4600，对面女娲们秒不了了，这一波确定秒不了了，对面没有仪式了。飞花果山1500，对面金刚被驱了，好吧，这波伤害大打折扣了啊！宝宝关注好舍得吃啊，这是疯狂的怼大金，被鱼大金好吧，一顿吃。这边神木一手群4200，4200是不是用的很呢？这个秒的，哎，还法连。哎，有点疼呐，秒对面5000血，我的哥啊，真有点疼，还不是用大秒的，还有3000灵元呢，还有3个风铃啊，秒的好疼呐，这波血量下的有点多，蛇的话被秒残了这个。感谢乐哈哈的又一个大水晶支持，分不感谢，感谢乐哈哈，兄弟够了够了够了，再刷我后台过100块了这个，够了够了够了，别把我后台刷到100块了好不啦，这后台100块了，不得了了这样，感觉今天晚上又有点膨胀。直播了10个小时，后台终于过100块了，即将过100块。这边的话，一个飞镖扎过来，蛇没有死，啊，对面是带了个续迷啊，蛇没有死。和尚这边一波蛇蛇12500可以了，这个蛇满了，牛逼。这边的话是花果山起个齐天神通。首先的一发，关他妈女拔木的话，双蛇走起来了。这是14回招的蛇，20回招蛇。胖子的话可以直接招啊，找胖子是可以直接招的。这边贝鱼大金也舍得吃，好吧，这顶满。OK， 感谢乐哈哈的又一个水晶，感谢梅赛德斯的10个锦囊，感谢，谢谢老我们呢用实际行动支持浩文的直播，谢谢。15回合，对面起了个齐天神通。谢谢左右手都忙啊！谢谢老哥送的水晶，你忙啥了？左右手都忙，左手扶着墙，右手在干嘛？这边女妖村一速飘中飘，飘的是武力洞准风。女妖村关他们大招封和尚，就是不让他和尚推血。对面地府起毒了，对面地府身上有针的话是不让对面地府小爽挂中，因为你给他上针的话，小爽命中的话减半，这个封印命中率减半。和尚关对方一波蛇身蛇宝宝，蛇的话拱 OK 有仪式，你看蛇把宝宝拱死就有仪式，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仪式是怎么来的，知道吧？这蛇拱死宝宝就有仪式。这边的话青蛇蛇没死，再来一下破天啊，没砸死，还行。龙山对面是被封的，开子开了没？加个先例，开子开了，看秒到关对方这个蛇了没啊？秒到蛇，这个蛇可能神了。关对方的话秒对面虚名，对面虚名没死，对面神木3层风铃，一手大秒没秒到蛇。哎呀，秒人秒4700、5000，我去，好疼！避雷击波敲对面虚迷敲掉，关中方上面的蛇也没有死，还行。16回合有灵元的药，关中方这次虚迷还没死啊，这强风和尚不让这和尚回血的。花果山这波来了，我去，飞机两下，这波不得了！这一波要是说飞机两下不得了了，这一波，我建议女妖村水星花果山拉金刚，把他金刚拉上，还没有金刚，是不是？这有齐天神通啊，如果能飞两下对面直接炸锅了，而且这波有仪式肯定秒得出来了，飞两下直接没了对面。
感谢乐哈哈的一张粉丝卡，谢谢乐哈哈的粉丝卡支持，非常感谢。来来来，看这一波，这一波机会来了。女儿神水星和尚给金刚，把金刚拽上，然后加个魔镜起飞了。这一波对面封的是吕拔木准封，女儿神观察反飘中飘，飘中的花二三没中。这边无力洞接个罗汉，四火罗汉进攻。看这一波花二三能不能两下。对面和尚虽然走金青没关系啊，对面小爽挂了花二三，没事，观察花二三速度快，观察方也有金青，帅呆这一波。那观察方这一波的话，两速全出手了。来吧，飞机起飞，对面拉了个神马，可能有一速。别砸死了，哎，可以，观察方一速了，对面击了。这一波飞3600，被女妖神有盾2100，飞和尚1100，没有被动啊，这一波也没有金刚，飞神马的话飞3000多，好吧，对面的话当头一棒砸两下，哎呦，对面两下，观察方只砸了一下，可惜了。你是死守的，红火找我吃烧烤，你现在红火不？你什么时候来新提了？好吧，喊我啊，加我的 V 好吧，36218514，加我的 V 随时联系，不错的。对面这波打脸杀，观众方今天把小爽解了，这波赚翻。下波看观众方有没有这个飞机，没有，有当头还不错，有当头就行。怎么说？有当头一棒，拉起来就当头一棒。砸对面女妖村，对面女妖村应该都死了，而且观众方双死了这个。觉得这波要不宁愿推一波，真的，保蛇吧，蛇保一下。压女妖村是好主意啊，看能不能把女妖村给他压了。17回合，这边接罗汉了，这边女妖神飘中飘，飘对面和尚准封，对面和尚没加上血，这一波对面裂开，和尚没加上血，对面和尚起盾的，这边和尚一波活血活了一条蛇，蛇拱过去500，孩子拉起来，没加魔镜，这一波没加魔镜，这波伤害大了折扣，当头一棒砸5300，再来一下，第二下贴住，好吧，没砸死，对面的话花二三出了个宝宝，李拔毛的话关张坟墓烈焰秒起。对面的花二三能死不？1500，花二三没死，对面的法系一波金青，哇吐！对面的法系一波金青，这是真吐了，有点难受。对面法系金青，化身还起盾的，18回合，感觉这一波花二三飞机飞的话，能连着两手飞机不？这花二三老是只飞一个，真的老是只飞一次，这一波又有飞机，而且这波有被动。就少个荡魔而已，这波魔镜加上金刚拉上真的无敌，这波伤害，这波拉金刚加魔镜，女妖村水星水星花二三就好了，好，小爽不中，对面飘的是吕拔木没关系，关他妈水星水来了，拉金刚加魔镜，别推伤，别推伤势，就他妈拉金刚，拉金刚跟他拼了，拉金刚和尚还是活血的好吧，胆子还是太小了，加上魔镜好吧，来飞机了，来了五号宝宝飞死了，直接点对面的物理器飞了，这也是胆子够大的，你点宝宝飞的话可以刷大魔了，点人飞刷不了大魔，飞和尚600，飞地府4300，再来一下，哎呀我操，又只有一下，真坑爹，再来一下就完美了。对面点一号包群一号包，底下的蛇神了，舒服，这个蛇神的对面估计脑瓜嗡嗡的，机会来了。对面利比砍死了观众们，虚弥五号虚弥飞了，这花二三的齐天神通好吧，就当头一棒触发了一次啊，其他的没触发，可惜了，太可惜了。这波还有飞机，但是这波啊没有齐天神通了。飞机倒是可以飞啊，孩子可以开了个吕拔木，吕拔木可以继续秒了。不过对面有罗啊，这吕拔木可以出个宝宝，下波的话用宝宝开就好了。下波不用开好吧，下波封印开了。这蛇确实比较能神的，这蛇神两次了都。就两条蛇神两次，你想想，你说他们这飞机也多好吧，非常非常多的飞机。我们打 PK 的时候，这花火上就是不刷飞机，一刷刷三个蓝色的、绿色的，真的懵逼的很。这一波刘春出好包了，夺魂令封对面花火上水封，对面和尚一波火，刘春2900。这一波关张和尚提壶，花火上飞机就来了，加个魔镜好吧，搞上。来了，魔镜搞上。飞五号魔荡魔，对，飞五号荡魔，你刷个荡魔伤害高很多了，荡魔。飞对面的化身800，还是飞不动啊！飞对面地府4000，上把飞地府4000，这把又飞地府4000，对面地府感觉快挂了。哎，对面化身飞6800，你看这不是牛逼的吗？这没荡魔能飞得死吗？是不是荡魔伤很高的荡魔？
二十回合，黄老师这不还有飞机？你看这，真的这观众方家里造飞机了，这是全是飞机，你发现了没？是不是各种飞机？你一个晚风什么时候有能这么飞啊？真的，永远没有这样过，真的。一直飞，真的就是一直飞。金麦的是谁没点那个金麦？你当我们不点那个金麦的吗？你开玩笑，真是，我们肯定点那个金麦了呀。荡魔是啥？荡魔加伤害，荡魔上已经有荡魔了啊，这把可以点人飞。荡魔两回合，荡魔可以刷新了。这飞机飞了，真是家里真是多少个飞机，多少架飞机，全是飞机。观众们，刘顺给他们地府打个针，他们地府不是已经被封住了吗？这不拉金刚了吗？拉金刚加魔镜，飞机无敌了这一波。对面黎明推一手，3800又推个3800，真凶残。对面地府也忍不住了，好吧，这不拉金刚来了，拉金刚加魔镜来了，老弟加金刚加魔镜。OK， 飞机起飞，这不真的把他们飞出屎来这一波。来多少孩子3100，飞女儿说4400，我的乖乖，还有女八们一手群呢、啊，这一波对面受不了这一波，这一波相当相当群，相当相当凶。对面神木加个先例，看女八木这一波群苗，女儿村挂了，死地上给我3900，没有死。对面秒关他妈上二波秒死，对面的神木秒得很，那是关他妈力臂花生砍对面女儿村，给我躺地上躺着。我说还没死，对面女儿村什么鬼？还没死为什么？是吧？你看、啊、飞机飞他4900，飞了3900，女八木秒他又不对，女八神木林飞他4200，秒3900，还有飞机，这波飞机继续飞。我看看这边的血量好吧？哎呦我操，退出点错了，女儿村居然还没死，我去，你真牛逼！这不还有飞机继续飞啊、嗯？看这一波，飞机真是太狠了，这飞机。你说我们打 PK， 我们晚风要是这么飞嘞，真的是那还得了我嘞？真的是把这人飞出死来这边。这边女妖神随行保护二上飞机了，有金刚了，好吧？妖风一手封对面的地府，大哥封和尚的好点。对面活血活化上满上，哎呀我操！对面接罗汉了，坑爹了这是。这罗汉应该给他控住了，这罗汉没控住。蛇拱孩子900，这边宝宝顶大金，魔镜加上飞机又来了，不过对面活血活上了这是。主要对面接罗汉的，这才有点难受。罗汉一接稳住了，应该黑宝宝3500，被女儿孙贴住，被4000的孩子被贴飞了，飞对面的和尚，对面和尚也贴了，飞对面队长2200，飞对面的孩子6200，孩子没死，对面当头一棒砸蛇，蛇飞一条，可以招胖子，直接招胖子，二十可以直接招蛇啊，可以直接招蛇，三号宝宝也秒飞掉，好吧，然后对面的和尚也死了，舒服，赢了。和尚又被秒掉了，哎呀，不是这个罗汉金钟的话，对面没了都。结果一个罗汉金钟，这个力劈砍对面和尚多少？短3000。关东方和尚的话吃了个药，你看还有飞机，我的个妈哟！这花果山真的从头飞到脚，真的。这飞机是怎么刷的？教我们一下好吧，晚方去学个 E 好吧，晚方你去学 E 去，你看人家这飞机怎么飞的？无限刷、啊，这是啊？啥情况这是啊？这飞机飞的？你这个飞机老是出不来，你看这飞机真是够给力的，技能真的太狠了，这技能。这一波飘中飘，对面女妖神没中，对面女妖神干嘛了？喝酒了吗？这边观众方的话走了个金蝉，和尚应该蛇是死自己的吗？和尚属于水，保飞机继续出手，就是把伤害持续到底啊，这是。对面没有罗的话，真是找鸡鸡了啊！对面罗汉的一波，皇上来了，好吧，神之瀚海。多少5500，孩子被怼飞，对女妖村3200加1300，怼了5000多，好吧，盾护盾打掉了，怼孩子5300，怼对面花果山7000，我的个妈哟，7000，完了，这边胖子蛇被打死了，好吧，再招条，再招个胖子，还是一样双幻魔没死，不是这个须弥啊，不是这个罗汉金钟，对面不早死了吗？是不是？对面和尚拉起来干嘛了？这个力劈砍对面的。小女儿900，这个力劈没砍动，没金刚了。对面和尚拉起来推了啊，活血，活8800，好吧，再给自己推拉一个，对面自己血量上去。花果山这波有当头了，这波没有飞机了，这波是当头，这波是立旗子的机会。飞机是那个黄色的点，好吧，黄色，红色的话是当头一棒，这个是当头一棒，但是可以起个旗子，把旗子立起来。要是刚才有棋子的话，对面可能飞好几千的飞啊。
不过这也够凶的好吧，飞了对面好多宝宝了。这边女妖村走金青，这边女妖村飘中飘啊，金青的话是抗逢的一波。一斧关东方啊，关东方吕武里洞的话上了个盾，把盾上一个，血量确实有点低。这边下波的话没有罗，吕拔们应该招的胖子。这边和尚舍身取义死了那个女妖村。这边的话再次续命秒对面的和尚，对面的和尚好像死不了，这个吕拔木没有秒的话对面好像真的死不了。这不是当头一棒砸了谁啊，这波当头一棒孩子跑了一个，我去魔镜孩子跑了坑爹，当头一棒砸对面女妖村一万，对面女妖村还没死，吕拔木的话招了胖子，可惜了这波对面女妖村没挂，可惜可惜。看观众们下波怎么说好吧，要不要继续再续命，这地皮砍的是续命，砍的是女妖村吗？啊可以，这边和尚一失血，关东方继续换个续命，把那和尚秒死，赢了赢了赢了。女妖村换续命，对面的和尚一千血了，把那和尚换死了，不让那和尚出手了，够了够了够了。花果山这波有破天乱棒，随便砸就行了。24回合，女妖村换续命啊，和尚一千血，秒死了秒死了，终于赢了好吧。冰川你在直播间没？这个皮克打完你这覆盖好吧？我今天实在太累，如果有第三场的话，你想播的话你可以播一下。你要是播第三场房间人气应该 能留很多好吧，我今天实在太累了，妈的下午三点钟开的直播，播了快11个小时了。女妖村飘中飘中和尚，妖风是以风中地府，对面居然的话和尚居然是还出了个宝宝啊，这观众续迷都不叫一个，有可能没有续迷了，对面明显一千血了啊，这波破天乱棒砸打的那和尚砸死，对面和尚是被封杀了，惨不忍睹。胖子一拳揍3100，吕拔木关东方群秒一手秒宝宝4000，秒斩了个小怨灵，秒死宝宝斩小怨灵啊，稳妥的很。对面的话秒死关东方3号宝3号续命飞了，对面力劈华山砍到关东方续命了啊，砍到物理之上。这个力劈真给力啊，把女妖村砍了个2000，砍了个3000砍死。对面女妖村拉起来剩一个护盾，避了几波把护盾打，护盾好像还没破掉。对面金钱也没有用啊，关键是那个女妖村进不到那个和尚，那个和尚死了，这怎么进得到？关键花果山这波飞机又来了，我的哥，这波飞机应该致命的，这波飞机女王们有群秒，花果山有飞机，而且有仪式的好吧，肯定秒得出来啊，就算是小林飞了也秒得出来了，不得了了，这一波飞机加群秒了，25回合，飞机加群秒，不得了不得了，起飞了对面，这家里真的是有多少架飞机啊，真的太给力了，这飞机飞了真的。这飞机都是哪里来的？这飞机啊，对面着急了，好吧，小爽挂一个花果山，想把花果山弄死，想把花果山弄死，只要花果山这波飞机飞出来就够了，哪怕真的死了也没关系，应该。花果山飞机飞出来了，好吧，飞出来够了应该。2500，荡魔了，又荡魔了，打死宝宝就荡魔了，飞对面的五号宝，飞女妖村的五号宝贴住，好吧，五号宝神了，飞对面花果山2300，飞对面的法器3300，对面当头一棒砸贴住，死不掉。神木林对面单秒秒的死不，这个血量看着还有点多。女拔木关他们一手群，对面女妖村挂了吧？啊，金甲挡住没死。哎呦，对面单秒还秒死了关他们这个女妖村。关他们力劈花山砍对面女妖村能死不？周礼2700可以打个针啊，没问题，打个针就好了。打个针就可以保花果山活了。这女拔木关他们还要小怨灵好吧？可以继续这个秒的，看花果山还有飞机，啊，躺地上都有飞机，我的个天哪，真的。这技能是真的虎啊，这技能太虎了，这技能是真心多啊，太多太多了，这飞机是不是太爽了，真的。晚风你在房间吗？你学一下这个，这人家怎么这么多飞机了，这你这飞机咋回事了，真的，在不在？这打了26回合，起码有20回有飞机，至少20个回合有飞机，这压的真的是啊，飞机无敌了都，好吧，打个针给对面地府，对面命不甩不出来，蛇拱宝宝拱死一个，好吧，又有仪式了，蛇拱死宝宝就有仪式，对面破血干怪他妈力劈神了，这女娃们又秒出去了，这波对面地府也要挂了，感觉地府真的要挂了，宝宝秒死一个，长个小怨灵，你看小怨灵越打越多了，是不是？小怨灵越打越多喽，不得了喽。这女妖村关着换续命，对面地府死了吧？应该，我看看换续命地府死了没？可以换，这点血量可以换，好吧？
差不多。这下波拉起关张花果山就可以了。吕邦邦这么又有一次啊，可以秒的啊，还有一次，非常非常凶。这一次都用不完，而且场上还有一堆小怨灵。这吕巴木就这么玩的，好吧？你越打的话，这越优势。给他们大唐防个风出好不好？然后一波妖风风遁的法器，把他们双输出封住。这对面地府接罗汉，哎呦我的妈哟！这还让地府接个罗汉，这个时候还让地府接个罗。蛇上蛇生蛇，两个幻魔怼对面地府一丝血没挂，吕巴木秒死。对面和尚蓝不够的应该，或许没活出来。确实这边和尚蓝不够，宝宝敲和尚和尚死了，那GG了，好吧，对面175的175应该是借了159的装备和宝宝，应该这样子啊，因为对面宝宝可能叫天启了，宝宝名字都没有改了，为什么要这么多帽子，好吧，平头躺地上又发话了，哎呀我的天哪，少说点话大哥，真的少说点话少说点话，对面拿了150的扇子啊，可能套了150人的装备，开骂了开骂了，打完开骂了，今天晚上星期四啊，今天晚上很关键的，今天晚上有剑会啊，有群雄，我们如果两场全赢的话进64强，如果我们第一场赢第二场输的话只能是小组第四，车上一波活血活5900，蛇的话拱死对面的花果山，对面花果山都死了，泼天砸对面的宝宝6900，好吧，打死，结束了结束了，没问题了，对面人物等级是175的啊，提升封顶的，这是2300-2800，好，没有封顶了，封顶太少了，也是搏命 一秒了，这是最后一秒啊，差不多就这样子，对面的宝宝拉起观众们有虚名压尸，还有一只没，好像还有一只啊，确实对面地盘600血，法莲死了差一点点，一丝血挂着了，华山这波有当头，对面的法器应该死定了，当头砸法器，法器肯定死了，第四要打小组第一啊，这也是我正在考虑的啊，我们小组里面有孤如城，所以说我们肯定不会打孤如城，我们小组第四打人家小组第一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是吧，我们也不是说没有打死过，我们上个月的话我在他们那个队伍里面的时候就是小组第四打人家小组第一，我们赢了，是不是啊，看这一次我们小组第四打人家，如果小组第一如果还能赢的话，我们还是一样能进64强，我们等两个月的话会有吕拔木，到时候会很好进的，现在没有吕拔木稍微好难进一点点，这边吕拔木再瞄一手，这个小豹子也飞了，长个小怨灵，对面剩最后是隐身宝宝，威叔拉起旅游村，还有慈航吗兄弟，不会吧，啊 A 拉 B 拉 C 啊，那也没有用， A 拉 B 拉 C 拉 D D 神针瀚海飞机飞一波，原来是这么一个操作，没有慈航的话问题不大，而且群雄逐鹿这个最后一场的话也不存在有任何放水的嫌疑啊，肯定是你进啊，如果人家给我放水，人家输了人家进不去64强，所以说的话咱们一定要去赢，赢才是关键，就包括我的对手应该也是要去赢，花果山观众们这么又有飞机，来吧继续飞，飞机起飞，给钱的没有用啊，给钱人家不愿意了，应该怎么可能呢，不存在的，晚上7:30钟开始，晚上7:30准时切第一场，我会早点来开直播的，肯定会早点来开直播啊，我把东西都准备一下啊，打了个葫芦娃的话我应该是有信心的赢，葫芦娃打完的话第二场如果赢了的话，第二场的话那么就不太好说了，葫芦娃第二场的话那可能是打了人家小组第一啊，给加把油，哎这花果山这波挺无魂的，可惜了，吕巴木有秒没事啊，吕巴木秒出一把都秒死了，对面全是一丝血啊，秒就死了，这隐身宝宝出来就结束了，第二场王者之势有可能的，真的真有可能打珍宝哥，正常小组第四打人家小组第一，脸黑点真的打他们，那有什么办法了，是吧，打他们那只能说我们太衰了，没辙，
三十一回合，最后场我不抽了。最后场如果还有的话，我抽不了。我估计他们也不会打的，应该明天打。这一点半了，再打的话两点钟开了，打到三点半，那谁怎么聊？真是，这没人能坚持得住了，是不是？我估计他们也不会打了。睡觉睡觉。那晚间当主播肯定接档。十二宫宝宝五千九，沙威干干神。女拉姆一手群死了吧，就剩一个这个神佑的宝宝了。好了，最后一下还有飞机啊，打到结束都有飞机，打了三十二火起码有二十五个飞机是有的，从开始到最后啊至少有二十五个飞机。这花好山真的是没水的，这花好山飞机飞的太牛逼了。对面说儿子给你们送个大课，儿子来给你们送个大课了，这是，哎呦我去，这。